每周快报，论字黑，我们是专业的。8月3号，拜宾宅家天台音乐会开幕。在前一天接到任务的 AK 连夜赶至小刘在拜宾。昨天才接到任务的 AK 刘璋，通过歌词枪妈妈了解到 AK 又交到了新朋友，也在努力精进厨艺。何老师表示不用看歌词， AK 口齿清晰，小刘的业务能力得到认可。我觉得竟然是成功的，而且你不用看歌词，他口齿非常清楚，我每个字都听清了，你真的是很 OK 的，很 OK 啊， OK OK。 此弹幕还发现 Demo 受害者联盟又添一名新成员。你一定要听，巨炸，太炸了。然后就是哎，张总听听我，听听我这个词好不好听。And he's a dope rapper. Like he would always explain his lyrics to me, and they were really interesting. 歌曲音源已在 QQ 音乐上线，大家记得收听。也有粉丝投稿 IS 火速翻填了小刘在拜宾，给多才多艺的子弹们呱唧呱唧。嘿，もど自分を愛して、バババララ嘿，全世界再没你相配，バババララ嘿，我的 satisfy。此外 AK 的鸭式应援分解动作被精准捕捉，完美复刻见到 idol 时的我们。鸭鸭 be like 见到 idol 的我，来看一下鸭鸭公主应援分解动作。经常梦见你，也不关心情景，像一种解释不来的戏。曾经直言没有睡衣的 AK 却在节目中自曝了芝麻街睡衣。睡衣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没有睡衣吧。我其实就没有什么睡衣，我其实就没有什么睡衣。粉丝表示，你褪去了曾经的桀骜，穿上了芝麻街。但 IS 发现 AK 没有变，梦中睡衣依然是无袖跨栏背心。8月4号，在拜宾回访单中，毛不易表示下次想邀约一起玩的人是 AK， 因为感觉他内心世界很丰富。感谢王老师的欣赏。不过 AK 的内心 OS 可能也是个智能小喇叭，探索时注意音量。行，我明白。元儿哥，永远的神。同日晚间 ，AK 在微博中鼓励自己，小 AK 要越来越厉害。不懂就问 ，rapper 都是这样自称的吗？我是谁？冠军就是老子的呀！粉丝们也收集了一些小 AK 出现的证据。在近期的许天琪奇遇记探班视频中 ，AK 自证乒乓球水平是广东省双鱼杯粤语区16强。铜板还是纸板？铜板。你是达到什么水平？广东省双鱼杯粤语组16强，并且得到了官方认证。在拜宾节目中，更是打败了世界冠军于克南的扮演者许魏洲。你以前练过吗？练过一点吗？练过，一点点。那我也练过一点点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还很自豪地说，连教练都吃不了他的发球。我跟我教练打单挑都打得了。哦，你练过了呀？教练都吃不了我发球。爷青杰、蔡亚 K 站起来了。8月5号，查理王发布微博就 AK 周边的产出计划一事询问粉丝意见，粉丝们表示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全都要，并追加要求人形立牌要双手举过头顶的。8月6号 ，AK 在微博中悔不当初，早知道拍摄前一天晚上不吃那个汉堡了。评论区回应。没等汉堡凉了再吃，没的，因为它是凉的，所以它没有热量。8月7号，针对即将上线的新歌《风暴眼》，于理工作室放出采访内容。为了 MV 拍摄效果，刘璋早早来到训练室加练舞蹈。等全员到齐时 ，AK 的刘海早已湿透，蓝色头发已经染花了身上的白 T 恤。听到新歌 demo， 焦虑到整个人疯掉，赶飞机回到录音室，与制作人通宵抠细节、调整编曲。AK 对音乐的坚持到这里已经尽数体现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《风暴眼》的上线。8月2日 ，AK 出道百日，穿上了初见时的格子外套，瞬间梦回海花岛。
在同日的微博中，粉丝们也送上了一份百日礼物月子蛋式，这一切让决赛夜的感动重现，这也许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奔赴吧。你们给我，我给你们，子弹与枪的热烈是冬日最炽烈的烟火，是横冲直撞少年胸口的玫瑰一朵，这条大家一起走过的路正是我们与 AK 浪漫的编年史。 I guess I'm a hopeless romantic， 而永远屈服于少年的骄傲与真诚。感谢大家对 RS 国际信息站的支持与关注， RS 国际信息站连线报道。